好，然后很久没有在这么多媒体前面出现了，然后好久不见我的小天软今天。主持人，我叫小天。不如我们再提一提呢这四个场景的照片先呢，我们首先看看其他的照片好不好？你要为我们介绍一下哦，这个是 X 吗？对，这就是第一个我在这次的另的一个合作里面第一组拍的照片。那需要尽全力的奔跑过来，然后跳往天空上飞，好像是往前面飞的一个感觉。我刚刚其实就是说这个，其实它并没有拍很久。真的吗？其实我看见你，我以为你有跳很多次了。跳是跳蛮多次，可是其实不会拍很久，因为其实每一次，然后在工作的时候，摄影师都抓得非常非常的好，然后每一个定格，我自己都很喜欢。而且我知道你是一个运动员，很之前，所以跳将不倒你了。没有，就很好玩，就是很好啊。来了，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二张。对，这个是在雨中奔跑，对，一个 rain 的一个主题。然后其实比较重要的是，就是力的一个感觉，就是 on the moment 趁现在，不管你是在晴天，不管你是在雨天，你都能够快乐的享受你的人生，快乐享受你的生活，跟你的所有的朋友一起。很快乐的，不管你遇到下雨天，也不会让你的心情变差。嗯，很自然的感觉。是。对，然后我也觉得大家还专业。这个是。这个其实是最好玩的，这是 rock 的一个主题。因为你知道，大家知道，就其实我是一个演员，那唱歌就不是我的专长了。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，其实我可以幻想自己好像很能唱歌，幻想自己好像可以像 rock and roll 一样，然后再嘶吼，然后再呐喊这样子。对。所以说，尤其是最后一幕，还有一个照片是我从台上，然后跳到所有的那个一起 rock 的人上面，然后他们接住我这样。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组照片，这是实现我的幻想。对。那么你喜欢听 rock music 吗？也喜欢啊，我其实喜欢听的很多 rock 是一种 hip hop 是一种，都还蛮爱的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再看看下一张，这个是。Subway 对，这个其实有一点好玩啊，就是因为其实我是不会弹吉他的，我是不会弹吉他的。那当初导演就要跟我说，哎，反正你就其实我会帮你现场放个音乐，然后你就按照节奏，按照节奏来一点一点的刷。刚开始在拍的时候，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放不开，可是拍久了，你知道吗？拍久了就嗨了，一嗨了以后，反正就乱刷，而且在家。自己这样乱玩，所以还好我在家边玩一玩，然后结果没想到真的有一天工作的时候用得到。但是看起来你很投入啊，很好，很投入啊，很好玩啊，因为他们真的都很，我们真的都很快乐。虽然拍出来的声音也许不是很好听，可是问题是大家那个感觉从照片出来，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很会玩这些乐器一样。对对对。对。那么在这张的照片当中，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张？你说这刚刚这张照片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第一张哎，第一张，因为其实对我自己来说，我也希望我自己在每一件事情、每一个工作，不管是玩乐还是在工作的时候，都能够发挥我的极限，能够做到我自己的 limit。所以第一张的感觉就像你尽全力的冲刺，然后往前飞，你有多远就飞多远。这个是我今天刚刚来到饭店的时候，刚刚在做那个。我们在做那个什么，我们在做记者访问的时候，然后每次空档，然后他请我们画的，然后这是我自己用油漆铺的，然后刚刚大概花了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里面完成的，然后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我自己的想法。嗯，是什么的想法？有什么的意思在里面呢？是这些黄色的点、红色的点、蓝色，上面还有一点蓝色的点，其实都是我拿那个水彩笔，然后。沾了一堆颜料，然后用力这样甩下去的， okay. 非常非常用力的甩下去。Okay. 那为什么要强调非常非常用力的甩下去？是因为对我来说，我希望我自己的生活，我希望我自己的工作都能够很用力的活，很用力的演，很用力的玩。所以我需要做事情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尽全力，很用力。那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就是，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直的银线，对，直的银线。那相对的来说，还有这里。直的线，相对来说，这些直的线都是涂的比较实的。我希望能够不管做人还是做事，都能够正直，都能够有正直，能够有 straight 的元素在里面。
那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因为这次利特别促成我跟利的合作，对我来说，就算对我自己来讲，利也是一个很 shine， 一个很闪闪发亮的明星，所以我选择用金粉的漆把利的图案涂成金色的，在一个，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加上去的，对啊。是，然后就完成。现在就这是背面，然后正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。是不是要放到前面给大家看看？好有意思哦！它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多这个标准的包装。好了，就是希望大家还会喜欢呢、啊，因为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做牛仔裤。可以透过呢个大笨象嘅尾巴咧。就係、是、好似透過大自然傳達佢嘅夢想，佢嘅信息俾大家知嘅。好了，小天，可以丟這個尾巴，跟大家打個招呼。還會放聲音，然後大聲。哇，很可愛。是，這其實很有趣。對。很有大自然的感覺。很有透過大自然，然後透過動物來表達出來。